们再指责行销，在行销回到行销的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尤其台湾现在文创业，我最近又接触太多文创的这个相关的事情哦，所以常常碰到很多文创业的，他们很会做文创，尤其很多原住民，他们在很极少的机会之下做到小资小业，然后做了很多的创意，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行销，不知道怎么去卖，不知道怎么去跟通路谈，不知道怎么去跟创投谈。所以讲说，那么我听了很多的演讲，听了很多的上课，都是讲怎么样做行销，然后起价都是要多少，我根本连一个后面少掉两个零我都做不到。所以我们怎么去卖，怎么去做，我想是这样。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行销需要花费用，但一定要花大费用吗？过去是这样子，过去一个登陆要诺曼底登陆，然后哇什么大舰队这样子。可是现在呢，我们讲说 IMC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其实已经叫做改叫 Total Work。哦，这个偷偷不是偷偷的，叫做整个，就是整体的。偷偷 work 里面有现在那么多的，尤其是在资讯上面有那么多广告的行销 的工具，哦，不管是 social media 也好 ，APP 也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那么尤其这个东西是可以带动很多的互动的一些机会。那么我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泰国的例子哈，哦，这个片子稍微长达两分半钟而已，各位大家看一下，蛮好玩的。这个泰国大家知道泰国很热对不对，那泰国跟台湾一样，到夏天的时候37、38度，快40度的时候每天都会很容易流汗。 OK，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泰国有很多品牌是做什么，就是去除这种，我们都知道这里会有狐臭对不对，夏天的时候热湿会有狐臭，那很多的大品牌怎么去除湿啊，什么都有在卖的，可是有很多小品牌啊，那小品牌他也在做这个东西，他怎么卖？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广告费，他没有办法去做大量的电视广告，很多的行销，所以他怎么去卖？因此，我觉得说，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在做一个分享，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品牌都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做法啊。像我们在做中华电信，它因为它的行销的量大，它的产品多，所以它必须要不只是电那个所谓的那个大众媒体，它还很多的整合，包括公关啊各方面整合做，那个是一个或许待会我们处长会给我们做这样一个介绍，就是说它有一个比较大阵仗怎么样去，因为它要做的格局跟规模是不一样的。那对一般的厂商来讲啊，哎，我只要能够打开，我只要 revenue 我能够上升，我都已经很满意了。所以该怎么弄呢？我们来看看小品牌它怎么去做。其实它没有办法去请一个怎么请一个代言人或者知名的影歌星来做代言，那么他卖的人是谁？他是针对那些国中生、高中生，开始会在乎自己的身上的味道，开始会在乎异性对你的感官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这种狐臭，会觉得是很不好意思，尤其是女生。所以呢，怎么去做？他们去塑造一个很简单的，用线画画一个卡通人物，叫做那个叫弟弟，他给他名字叫弟弟。这个弟弟这个人是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很热心公益，她很喜欢帮助人。但他有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办？所以他要帮助人呢，他都不敢举起双手来，因为只要举起双手，他觉得他这个地方湿湿的味道就出来。因此，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还有这家代理商他怎么样去跟他的客户沟通，说我在只有一个5万块美金和台币超过150万台币，其实在一个产品的形象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微不足道、非常的 basic 的东西，但是他们居然可以做到。能够找到整个的 OK， 我们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hailand Good Girl， 就刚刚讲的哈。刚刚对不起，我们其实这六个要讲完，可以讲到各位可能讲到，我们可以讲到天亮，但是我们就开始来看啊。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 12 Plus， OK， 所以你看看他小兵也可以立大功。哦，说实在的，因为跟那些大品牌，它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会去创造了一个这样一个 Gigi 这样一个动画的女孩子，其实就等于好像今天请九令，今天去请周杰伦来拍，意思是一样。可是大家知道那个费用有多少，大家可以知道，当不可能有那种费用这样子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台湾在这是我自己经手的，就是那是我们在那个雅典奥运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现场，我们的棒球赛对不对？雅典奥运那是中华队，在我们现场不能挥有国旗，也不能挥所有的党旗，什么都不行。所以回来之后，新闻局那时候有改，以前的新闻局了，现在叫文化部了哈。那么有改的话，就说我们应该说到台湾的一个形象是什么东西？国徽之外、党徽之外的什么东西，可以代表台湾以后在重要的，不管是体育或者重要场合，我们可以挥舞这样的，包括 T 恤也好、帽子也好、旗子也好。是什么东西哈？那时候就有改变专案，然后来做，然后推广。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东西之后，我再把前前后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想我们也可以督促政府做一些什么事情，这是我自己现在的经历，我们闭着眼睛都可以讲。我们开始看。Baseball, eh? Yes. Where are you from, buddy? Taiwan. Taiwan? Where is Taiwan? You want to tell me where is Taiwan? You're going to kill me. You're going to kill me. You're going to kill me. Wake up! You want to tell me where is Taiwan? I will show you.大家来选台湾意向，全民秀台湾。各位，刚才我们看了这些，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经过美化包装的，不是完全真的正确啊。为什么呢？我想跟各位了解一下哈，就说当然我们当时在提案的时候，后来说好，所以请王建民这件事情是后来的事情，但前面的这个过程很冗长，我就不用讲了哈。其实你们知道吗？
最重要，当时选出来一个就是小绿人，就是我们在过马路那个红绿灯那个小绿人。结果小绿人选上之后，当然我今天谈的部分无关乎谁执政，绿或蓝啊，都是一样。我觉得这问题都是一样。OK， 当时选出来小绿人，结果说啊，小绿人要起来当代表台湾印象。结果呢，好了，结果那时候刚好在绿色执政的时候，然后民党执政，他说那这个小绿人是台北市政府是马政府的，就是这个。那时候他们台北市政府的产权，他们不知道谁做出来，搞不清楚，所以说那你们提了，你们就应该去跟他谈，所以我们去谈，谈了半天没结果，他说哎，我们这个当时谁设计已经忘记了，已经跑掉，不知道是谁，我们也搞不清楚了，援助做谁是谁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夹在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去跟讲说啊，他们台北市政府那边说他们也没办法给授权，因为他们不知道授权人不是他们，也不是市长，也不是文化局长，都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夹在中间。夹了三个多月，这个案子本来想把它干掉，后来，经过学者专家们跟他讲说，哎，你们请的国际广告公司来做这个案子，你既然他得了标了，你一定要一个，如果你要把它干掉，拖到干掉，这不行的。他用国际标给你告的话，你台湾会很丢脸哦。那后来他们吓到了，怎么办？不然说好，把小绿人当成一个活动的指标，利用小绿人，然后再加上说啊，王建民刚好从那时候刚好很红的时候，不像现在了哦。那刚好回来的时候，所以说要不然我们就那时候谢院长说啊，不然请王建民来代言，然后拿着小绿人说啊，我们大家哎一起来，像这个说把小绿人上面变成点成一个台湾那个打火，就说大家一起来帮台湾选台湾有哪些印象？好了，结果这个。我们选定了三十个，包括什么林怀民啊，什么余明武吉啊，这都有哈啊，李安啊什么都有，包括人地事物，这个选出来我们讲说玉山樱花公五龟布袋戏，那么个101大楼跟台湾美食这五个，好了，五个美食我要讲的说好了，五个美食选出来了，选出来之后呢，然后刚刚透过王建民这个所做的整个传播的那些电视网络公关传播，那个只是一个行为，那只是一个手段，说告诉大家说啊，大家一起来上网去投票，如此这样子得到多少票。好，当选出来之后，那时候刚好王建民回来，然后跟院长大家拍完照之后，然后当时的新闻局长我就不用讲谁了，因为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局长哈，就是说哎，那我们院长那个那时候院长也换了，换姓苏的啊，本来姓谢，变姓苏。他说：“哎，院长下礼拜他要看这整个报告，你们赶快，这个已经定了，这个我们记者会发表了，赶快做整个后续的发展，怎么样去把这五个图案呢，去把它发展，如何去做，让大家更知道。”好了，就这开始。然后当时我就院那个谁那个局长把我请到他办公室里面，稍微去跟他聊一下，我就把很多 idea 就跟他讲。好了，说哦，这个好，这个一定要进去。哎，你刚讲这个一定要进去，结果弄到最后什么都没进去，因为也要换人了，他也准备下来改朝换代 ，nothing，nothing。OK， 请问各位，我们如果说今天我那天跟他讲，我说如果布袋戏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印象之一的啊，如果是布袋戏的话，是不是各位你想想看，我就建议他说，第一个我们在中正机场的二航站，因为二航站每一个 gate 都很大，对不对？有时候大而不当。每天有多少国际旅客在那边等飞机转机，所以你可以搭一些布袋戏的台，不管是小西园的还是什么霹雳布袋戏的，都可以搭一个戏台在那边，一天你可以演几场嘛，对不对？然后旁边有很多布袋戏的一些玩偶或一些东西，可以来当那个纪念品、文化创意商品来贩卖的，总比你摆个故宫历史博物馆在那边里面摆得漂漂亮亮，大家不敢进去一样。就是看完布袋戏，可能演五分钟，演十分钟。圆山大饭店一楼的 lobby， 你看那个红色的柱子，多么好的场地！你只要在一个角落弄一个，比方小戏园金碧辉煌那个布袋戏那个是个戏台，对不对？每天比方说吃饭前，大家等吃饭之前演个五分钟、十分钟，还有旁边贩卖商品，对不对？你想对外国来讲，这个东西是多么有新鲜的事情，这是个传播的做法。当时院长跟我讲，那个局长讲，这个好，这一点一定要写上去。我很难过，到时候什么都没出来。虽然那个案子送上去没有下文，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哈。各位，你们看这个东西觉得好像很特别。我告诉各位，当然我自己也得了，今年刚好40年哈，我得了很多的奖。但是很多人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坦白讲，我跟他讲说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件，就是这一件。那你们看到这件说哈，老师，这是你最满意的这奖，这个一点都没得奖，这个什么奖都没得，因为没不可能得奖哦。这个东西春联，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会写，可是你知道吗？他创造的效益是什么？
这什么东西呢？我很简单讲，所以我刚才在讲说，其实所谓的我们在讲说整个传播，你说从大的舰队 ，OK， 大的这个电视是航空母舰那么大 ，OK， 不见得所有的战争都要航空母舰了、啊，对不对？小炮艇也可以立功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其实有时候连印刷品，各位有没有想过？现在已经快年底了，大家都要准备什么桌历啦、月历啦，还有什么贺卡。有时候你的贺卡，你寄给人家的贺卡，对不对？你自己的桌上人家寄来的东西，你有多少东西是看完之后丢垃圾桶了？有多少东西你寄去的东西，希望被客户、被对方、你的朋友留下来当纪念或者可以使用？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很不容易，但是大家都希望如此。好，所以我有一个客户。以前叫现在是很可惜了哈，因为他们有一些经营上的问题。歌林企业，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歌林早期是非常有名的家电。那么我服务他也很久了 ，OK， 当然他不是被我做掉了哈，他是在美国自己投资失败了 ，OK， 好。可是问题是我告诉各位，歌林以前他们经销商有700多家，每一年年底的时候。因为他们都要送给经销商很多的那个月历、啊、因为歌林大家知道什么林慧萍啦、徐乃麟那个都歌林之星歌星，所以他们有唱片部，所以一定要帮歌星做月历，所以每一年他们都有12张的月历，都那个对开的大大的一本月历，然后每一个经销商都要上100份、200份，后面底下印某某电器行这样。结果除此之外呢，他们每一年也要花差不多二十万，至少20万，另外印什么？印春联、开市大吉、恭贺新禧，送给经销商当一种赠品，人家来买电锅啦，过年来买什么东西啦，就是送给那个一般的那个购买者、消费者。OK， 所以这是一个公关用品。那他们花这个月历差不多到100多万，然后那个春联差不多20几万。那么好了，这个也行之多年。那有一年我突然想到，也是因为突然去报他们的月历要送去给电视台的时候，被那个铁片给刺到，血流如注，所以那些血让我觉得说，当时觉得说好烫。后来突然觉得说，大家有没有想过，每一个人到月历到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到明天1月1号的时候，第一张封面一定要撕下来，一定有封面嘛，对不对？不管是2个月的，还是12张，还是6张的，第一张一定要撕下来干什么？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民国40几年还会拿来包课本，对不对？现在还有谁包课本？被笑死了，对不对？所以一定丢掉。哎，那个你看看，对开的那个是血铜呢，150磅的血铜，那个一张白白的，就这样子，哗哗哗哗丢掉，实在是。就赶快了，不是站在环保，就看在钱的份上也是很难过。白白的印很漂亮，上面印的什么西元几年这个几年，然后什么电器有些，就这样子丢掉，很可惜。所以后来想说，为什么第一张不能用？所以很简单，就一个简单，就是第一张从民国73年开始，各位像1984年开始，那么上面就把它印成，把那一张后面印成就是这些东西，上面打虚线，然后底下歌林股份公司，然后请沿着虚线裁下来。所以从那一年开始，只给他月历，就不用再印春联了，省了20几万。那经销商春联呢？哦，春联就在后面，在里面省，你还要多少？不过再给你，对不对？这全部你们家都寄够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看，这个东西行之多年，印了14年都没有变，里面个性不断的改变，从大牌印到变小牌，可是封面都没有变，只是写的有的是招财进宝，有的是什么，有的是门神财神，都没有变。然后到第15年的时候，有一位新来的科长说：“我们这个月历每一年方面都是要春联，该有个创新嘛。”结果改变那一年被经销商骂死了，说做这事情为什么改变？那没有春联，那你赶快印春联给我。然后第16年开始又恢复这样子。各位，你把它算一算，我一年帮他们省了20万就好了，15年下来省多少钱？解决问题 ，go down， 这是最让大家在寻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我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这个拿去比赛也没有用，但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有效，有效沟通，对不对？感知企业有效沟通，你要感动人嘛，对不对？你先感动自己，我做了哪些事情？不是为行销而行销，为印刷而刷，为拍片而拍片，那个意义不大。好，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到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哈。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一个企业，我先不谈了，这是国外企业，我们来看看。各位，你们看看，我这样给你看一下，你觉得它是什么东西？感觉上黄那个用牛皮纸的，对不对？基本上它应该什么东西，看起来就像，好像我们去做那个 X 光片检查，有没有？这个那个电检，就是那个算电检的，不管是医院叫你去照一个片子这样子，什么 MRI 断层的之类的东西，
没错啊。那我们看上面是商户安全检验电脑断层公司，然后主体是什么？主体健康，然后照片号码是 SUP95 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一开始的时候里面打开，当然还是有一张，其实就是 SUP 汽车在卖新车，新车上市，新车上市，它主要针对几个，因为 SUP 汽车它不是一般民众在买的，很多就是医生、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所以一开始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结果里面打开呢，可以看得到，它里面弄的是什么？是两张 X 光片，一个是车头撞击的，他们特别设计的怎么样防撞击；另外一个是驾驶座后面那个地方，万一撞到的时候那个怎么样保护颈部，用这样的东西。然后完全是用这个东西，然后寄给谁？寄给医师，所有的相关的医师，已经开 SUP 的医师跟还没有开的，就是说可能潜在的医师寄给他。通常医师那么忙，看到一大堆垃圾文件啊，这个丢了，这个丢了，这个丢了，哎，看到这个东西，几乎所有人都留着。然后好像医生跟我讲说，哎，有没有再多给一份？我朋友跟我要一份，我说你干什么？他要买 SUP， 他不是，我们要玩。有时候客人、病人进来说，因为很悲哀的样子，啊，来了，我给你看完就这样。哎，这什么东西？哦，拍摄，这是汽车，这不是你的，啊，你的 X 光片的夹，哦，你的白骨的夹，啊，没啦，没丢干哪去？医生也要幽默一下，所以他的好感度就够了。他不见马上要买，但是至少 SUP 这个 brand 已经入围在他的脑袋里面。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这个印的再精美的汽车的写入干嘛？你不会去看嘛？有时候你不需要会怎么样子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族群做有效沟通。所以从这里我们再看看，你们知道吗？那建筑师我们送什么？各位想看建筑师送什么？任何东西一定要 linkage。既然医师我弄 X 光片，医师对 X 光片是最敏感的，对不对？那建筑师呢？哎，你们知道吗？我们要一个桶子，里面有什么？有晒蓝图。建筑是不是要晒蓝图？而且那个桶子一进去还有阿摩利亚味道，对不对？古时候以前那个都是晒蓝图，是阿摩利亚味道。还有阿摩利亚一打开，里面就是那个车头跟那个东西，整个把它放大成蓝图的样子。所以那个律师，我们寄给他什么？台北地方法院的纯正信函。你看他打不开他，他当然要打开啊，对不对？这棍子不下面按那安的心 ，OK 啊。所以你说这些东西。因为 SUP 其实是预算行销预算很少，在比起这些大品牌车子来讲，虽然在国外它现在有一些问题，但台湾很努力在挣扎在做，但事实上他们的东西很好，就是没有行销预算，在国外他们不重视品牌行销，重技能，所以至少我们想说，小小的他没有片来拍，没有钱来拍预算来拍这个大的广告片，但他至少做的东西有效。所以我想今天就简单的，因为这边每次讲演讲能看到底下这个举五四三二一，还是差了一段，好像我也不能再讲了哈，免得耽误后面更精彩的演讲。我想简单的跟各位沟通一下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不要怕说我们没有钱没有预算，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 budget， 其实都可以做。你这里面必须注入 idea， 真的是要有 idea。你这个 idea 能不能先感动你自己？觉得有趣，周遭的有趣，你才出去做。我想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不好？谢谢大家。